但我又喷掉了。我知道，我喷到了，你又喷了。鲨鱼开膛就喷掉，母羊开膛就喷掉了，然后小狗又被砍了。这是母羊吗？干，你们直接出来比较快呀！妈的。要出去吗？他妈烂东西，干白痴猎的。所以要出去吗？怎么出去啊？我来，脚上写个船字。又是你啊！你按 ESC 离开比赛，对不对？哎、okay. 欸，小狗，你刚刚把我推下来，我刚刚飞到墙壁后面。耶、yeah, 欸啊！我在你后面，我在你后面，我敢算了。哈哈哈哈哈哈！干嘛？啊！吵哦！怎么跑？萝卜，快跑！你快跑！我觉得跑不掉哎、欸，超近哎、欸！我要砍不到你。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东风每次都是鲨鱼第一个找到，干，这到底是蛮妙的。都是每次都是鲨鱼找到我，而且都是很莫名其妙，他就直接在我边边。在你旁边。对啊。而且每次都是很莫名其妙的，都在墙角遇到爱，然后撞上去。一转头就嘎。一转头就嘎。但我修东西的速度真的好慢。但我刚刚明明在救那个傻小啦！哎、欸，母羊不要按挣脱！妈的，最好是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他妈这么会修发电机了，妈每个都工程师了，真的。我过来了。然后所有发电机都长一样了，只要在你摸它的齿轮，它就会修好了这样。啊，有事没事它会爆炸，除非你按个空白键，按在它的一个可许可范围。鸡鸡猜猜我在哪？不用，我不用猜啊，我在观战啊。你干嘛看天空？我想看你还在那里吗？不在了。你看这个视角，看草。狗狗在跟你做同样的事情呢、啊。然后还在看天空呢，八七，学只会学别人八七八七，你看不到了，妈上面都是树啦。移动才是王道。有啊，我有动啊，我有动，我正在动。看起来累死，好奇怪。妈的，两个都准备好了，哎呦，要跳楼了。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要他走了，要他进房子了，要。走了。我这头是怎样？右键照他是不是？照他要队友被扛起来，你照他才有用啊，然后。队友就会直接挣脱，然后他就可以下来跑啊。要队友扛起来才有用、哦。对啊，被扛起来了。GG 史密达。然后那个他妈带手电筒的那个，就是被扛起来的那个。妈，你不会自己拿手电筒照他眼睛了？被夹住不能照吧？就是游戏逻辑啊，然后你被他背起来，你他妈是不会用一只手去照他眼睛了。他下来了。摇下来了、欸，哈哈哈哈哈哈！干，游戏又卡住，干废 game 啊，一直卡住。我刚刚看到什么啊？我要打。走，手电筒，手电筒，照他脸啊，你要照他正前方啊！你要站在他眼前照着他脸呢、啊，你照侧边是有用你。没有，他刚被就转过来，我直接照他眼睛。没有，我看到你照我，我就直接往那个挂钩上看了。我阳真住了。我笑了。我看到你笑了。拜。打死我都不会再拿手电筒，排斥手电筒。
走了，阿爸，手电筒，手电筒嘞，干你老母啊！等一下，啊、你干嘛跑掉啊？你为什么会走另外一边啊？我吗？我把他放。看你放屁呀、啊！放有机会哦！他叫这么大声，在你旁边叫，你还可以走掉？刚才母羊跟我一样，可是我很好吃啊！刚才母羊跟我抢同一个座，我要跟一个白痴，笑死你！干你妈！干你妈！真的笑死！那我刚刚开那个门，干你妈三小都打不开。他走了啦！你脸上都是智障，笑死！走走走，赶紧跪哦！你们要修三台、欸？不行，我已经在笑了。真的笑，等一下一定会按错，我跟你讲。欸我比较想要知道手电筒，真的，我觉得手电筒没什么屌用的，干，要不然你叫小狗，要不然你叫小狗子给他坐一下，啊，你去照一下，啊，你叫小鲨鱼站着不要动。可以啊，要吗？不要。跑！谁都不能再砍我第二刀，干你砍我第二刀，我切你。不用。哎呦！哎呦！哈哈哈！哈！妈狗死运了。干狗，把那个拔掉啊！拔掉吗？可以啊，他不是有显示那个？加300，跟装炸弹一样。嗯，300块钱。霸气呀！哎，挣脱靠呀！挣脱瞬间被砍，挣脱也没用，挣脱还是会爬起来。干你赶快死！我跟你讲真的，你赶快死！他妈让我脱逃啊！脱逃啊！哇！他好像跑到很远的地方。啊！为什么观战从别人视角看那个在躲在柜子里面的根本就他妈的就站得很休闲一样？哎、欸，鲨鱼，傻小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原来你一直坐在那边啊！鲨鱼掰！哈哈，哎，地板门自己撬开是傻小啊，直接掉进去。小雨白，看到，靠背。那人少之后，他的地板门就会突然解锁，然后自己打开，然后就可以从旁边直接跳进去杀小。然后那个地板门就开了啊。莫名其妙。玩那个好不好？看到地板门，先看到他以后干。冬先躲在旁边。